午夜，帝豪酒吧热闹非凡，喝得满脸通红的人儿半梦半醒，仿佛置身游艇中，气温不断的升高。嗯，吃恩恩难受的低吟了一声，与此同时，耳边不断的传来叫喊声，他全身一个机灵醒了过来。你干嘛呢？来，接着喝。他脑袋还有一点迷迷糊糊，反应了半天才想起来，今天晚上投资商邀请剧组到市区最好的大酒店吃饭，他这种小角色没有资格参加，被安排到了隔壁酒吧等第二摊。啊，原来是春梦啊。池恩恩骤然松了一口气，这才察觉到自个儿现在脸蛋酡红，全身黏糊糊的，难受极了，活像是刚经历完一场大战。就在这时，一杯加料的龙舌兰又放在了他的面前。刚才推让他的人攀住了他的肩膀，笑嘻嘻地说，你刚才梦到什么了？叫得那么销魂，难道是梦到……帅哥两个字钻入了他的耳朵。池恩恩赶紧端起了桌上的龙舌兰，仰头一口干了，把空杯子重新放回桌子上，绕开话题说，再来一杯。这样干喝有什么意思？要不我们来玩游戏？有人提议道。马上有人应和，好啊好啊，玩什么？真心话大冒险怎么样？胃里烧得火热，池恩恩一只手支起了下巴，眼神迷离，黑色长发慵懒地挽起，露出了一截好看的脖子。他豪迈地拍了一下桌子，玩就玩，我就不信我还会输。一旁的冷艳美女翻了一个白眼，拉倒吧，就你这个出了名的游戏黑洞还不会输，你哄谁呢？来。三秒钟后，池恩恩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，我靠，我选大冒险，说吧，玩什么？林安心晃了晃手中的杯子，指着右上角背对着他们坐的男人，那桌的帅哥看到了吗？目测他马上要去 WC 了，我要求不高，优衣库视频知道吧？咱们不玩那么狠，这样吧，你来给我一个手枪版的，那这个给你，杰心买的，高清夜拍绝对没问题，去吧。池恩恩手里多了一个手机，林安心还贴心地给他调到了视频模式。池恩恩横了他一眼，把手机还给他，你逗我玩呢吧，酒吧你要看优衣库手枪版，太疯了吧。不行，我选真心话。他正中了林安心的下怀，不怀好意地挤了挤眼睛，真心话呀，来说说你昨晚是怎么牛逼的躲过了七星级大酒店保安系统，爬上12层的总统套房，性骚扰咱们的金主大人的。这个不算，换一个换一个。他那叫性骚扰吗？分明是那个老头子潜规则不成，放黑料黑他。行，那你说说，你一直以来紧张兮兮的在躲谁呢？池恩恩一把抢过了刚还还给他的手机，恶狠狠地说道，算你丫的狠，等着我给你拍，但我们说好了啊，那男人要是不干就不算我赖皮。去吧，我等着。林安心就知道他不肯说，笑得见牙不见眼，还不忘调侃他，放心，姐们不会坑你的，我目测那帅哥至少8分，不是吴彦祖也得帅成金城武。我看呢，别是潘长江就行了。池恩恩从高脚椅上下来，踩着10寸高跟鞋摇曳地走了过去，果然那个男人朝着 WC 的方向走去，他拿着手机摇摇晃晃地紧随其后，目测身高1米8以上，加分。白衬衣穿着有型，说明身材不错，加分。短发凌厉利落，加分。
长腿修长有型，再加分。背影整体趋近于完美，搞不好真的像林安心那个妖女说的，甩成金城武。转眼到了南侧，他紧跟着走了进去。不愧是林氏最高档的消费场所之一，一个 WC 修得跟皇宫似的，恨不得大理石上都镀上了金箔。池恩恩之前喝得太多，被里面的空调一吹又头晕脑胀起来，脚下的十寸高跟鞋本来就不顺脚，现在更像是踩在高跷上一样。他打了一个响亮的酒嗝，蹙眉弯下腰把脚下的鞋子脱了下来。正好这个时候，一个男的刚解决完生理三级出来，就撞见了他，吃了一惊。女的？我眼花了还是？操，难道他走错了？这里是女厕？池恩恩捡起地上的高跟鞋瞪回去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女人。不是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那男人一脸尴尬，逃也似的小跑了出去。出去之前还不忘抬头看了一眼，发现的确是男厕之后，他抓了抓后脑勺，一脸郁闷。没走错呀，那女的拿个手机跑到男厕所干什么？该不会……视频女色狼？光天化日的直接闯进去，现在的女人也太大胆了吧。光脚踩在大理石的地面上，冷嗖嗖的，之前喝得太多，走了几步之后脑子更晕了。池恩恩胃里恶心的要命，拿着手机只想尽快解决问题好回家睡觉。帅，对方回过头来一脸麻子，还只有他额头那么高。他皱了皱眉松开手。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，你继续。一米六的男人提着裤子，嘴巴张得可以吞下鸡蛋的望着他走远。女色狼？找了一圈，池恩恩终于在最里面找到了之前看到的男人。哦，总算是找到了。他快步走了过去，拍了一下男人的肩膀，手指挑拨的顺着男人的脊背跳跃了几下。帅哥，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，有没有兴趣跟我来一次优衣库手枪吧？下一秒，他的手腕被人狠狠地拽住，背对着他的男人回过头来。厕所氤氲的灯光之下，男人窄腰长腿，轮廓分明。褐色军靴包裹在他结实有力的长腿上，仿佛顶级的男模在走 T 台一样。夜不归宿，烂醉如泥，还在公开场合勾搭男人。池恩恩，几年不见，你倒是越发的乖张了呀。啊，阴质强势，特别是那一双阴谋，用那一种熟悉的看静兰的目光锁定了他。池恩恩的第一反应是跑，可手腕被牢牢地扣住了，他压根动弹不得。想玩优衣库手枪版？冷峻的男人捏着他的手往下一摸，冰冷的金属拉链发出了撩人的声音。刺啦，池恩恩酒吓醒了一半，白着脸结结巴巴地说，不好意思，你认错人了。是吗？认错？这张可恶的脸化成灰他都不会认错。是，你认错了。他话音刚落，手已经被男人拽着，强迫性地摸到了枪杆，隔着布料都能感觉到一手的灼热。他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手里的手机已经被人抢了过去。视频模式？你倒是准备得挺充分的。怎么办？怎么会这么的倒霉？玩个优衣库，还碰到了他？仿佛是看透了他心里在想什么一样，男人阴谋一眯，低头把玩起手上的手机。呵，还是苹果最新款。还给我！池恩恩跳起来去抢，
奈何男人仿佛早就料到了他的反应，手举高把他压在了墙上。池恩恩，看来离开了我你过得挺好。池恩恩心跳如鼓，手掌心里全是冷汗，他拼命挣扎，一边喊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认识你。哼，是吗？那我就让你好好的认识一下。说完，暴风雨的吻接踵而至，仿佛惩罚一般，在他白皙无瑕的肌肤上留下了一串的痕迹。放开我！流氓，禽兽，王八蛋！下一秒，他后劲一痛，晕了过去。